每个人衣柜里都会有的条纹针织衫，但为何时尚达人们穿起来变化多又时髦，反观自己就像小学生？其实只要掌握一些美角，就能从路人变潮女。绝对要学习的一衣多穿，就要让你的条纹衫时尚 CP 值大暴动。近日富察兰花董洁出发米兰，身穿条纹针织衫搭配牛仔背带裤配以丝绒运动鞋现身机场，出发米兰时装周。牛仔背带裤展现了他率性活泼的一面，尽显时髦态度，看了就让人感觉心情很好的条纹针织衫，亮丽的拼色打破秋冬的沉闷感，略微复古的配色真的超级好看，还很百搭，搭配牛仔背带裤配以丝绒运动鞋都美美搭，恰到好处的长度，是不是很赞？一款很有个性的慵懒针织衫，这款上身真的是慵懒又性感，有那么一丝禁欲气息，经典的圆领修饰脖梗超级好看，中袖的设计春秋季节都可以穿出很好的效果，整体意义是宽松的版型，不挑身材，穿上这件条纹针织衫的富察兰花董洁简直美呆了。